我第一次开闺蜜的蔚来 ET5。哇塞，车里好凉快啊！上车前我都会把那个空调提前打开，因为现在天太热了嘛。你这个颜色还挺好看的哦，看一下你这个大屏幕上的跟我的车有什么区别。这个是那个罗米是吧？对。你好罗米，罗米。你要说你好罗米。你好罗米。这不是你？为什么他不认我？为什么？你好罗米，你好罗米。他失灵了今天。Later。为什么你要买蔚来 ET5？ 我觉得我没听清。哎呀，再说一次吧。我觉得，因为我最看重的是蔚来的换电嘛。对，我觉得换电还是挺方便的。这个试试别的。想打人，关闭。他好吵啊！退下，退下。这是换挡。对，按这个。对，踩住刹车拨挡。是不是辅助驾驶的？不是，这个是方向盘助力器那边那个按钮。方向盘助力器是干嘛？单手打方向盘。啊、还有这个，天哪！动能回收怎么调？动能回收我这个自己本来我就调了那个标准。在哪里调的？驾驶。驾驶。这开的是节能模式。没有，我今天因为开高速嘛，我所以开那个节能模式。平时是哪个模式？我平时一般开那个舒适模式。对，一般是调标准嘛。运动模式是不是很快呀、啊？对啊，四秒嘛，百公里加速。因为它标的是那个官方是3.8嘛。试一下你的平时那个模式就好了吧。现在开始准备开车啦。这几个是什么？左边那个是辅助驾驶的那个按钮，上下左右，上下它是调那个车速嘛，这个的话它是调那个音量的嘛，这个中间的它是那个快捷键，就可以自己设置的快捷键，我自己设置的快捷键按一下就切换到糯米，习惯去刮这个雨刷，因为特斯拉就是这样噔就开始，对，它是怀档嘛，特斯拉是怀档，对，你就踩住刹车然后拨一下，我这个现在它会往前滑了，没有特斯拉的动能回收那么强的，有点不习惯你知道吗？是吧？就我平时一松电门它就会停，但你这个我知道呀，往前开，就刚刚踩松掉了之后我就有点不习惯，感觉还挺灵活的。这个 ET5 的车身也不是特别的大，你觉得这个跟特斯拉比颠吗？应该我觉得比特斯拉的应该要好一点，避震好一点点，感觉不是特别强，可能后排会感觉会强一点。像你一般多久换一次电？换电麻不麻烦？你觉得未来那个换电站？我觉得换电不麻烦，因为我可能开的会比较多。你看我98天，我差不多也开了9000多公里了，差不多3-4天换一次电。3-4天？对，但是我觉得其实也得根据你个人的一个行驶的里程。是你这个买断电池的版本是吧？对啊，买断电池一个月是换多少次电？因为我没有选那个加装，所以的话它是一个月6次免费换电。那如果选加充，就是一个月4次免费换电。A few minutes later， 我在这停车。好，停车啦！哇塞，感觉还不错。这个雨刮为什么一直在刮？因为每次我停车都喜欢按这里嘛。好了，那就这样，感觉还可以。下车。你觉得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选 Model 3还是 ET5 呢？我回去考虑，晚上再告诉你。